你在录影啊？好，突然要讲什么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已经转了第二趟班机了。刚刚从台北到香港，现在香港到昆明，等一下呢昆明就要到我们西双版纳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样上上下下，已经太多次了。现在呢，除了口干舌燥以外呢，我觉得皮肤也看起来皱掉了。原因就是呢，我们一直胀，一直说，一直胀，一直说，因为压力的关系，所以现在也有点认知紊松，皱掉了，又皱掉了，肿肿皱皱的。马上要到了，加油！